让你我释放，每一天的世间上轻快的高歌，愿意快乐欢笑驱散伤害，妙莲藏在我心里已会着我。运气，运气分，命运的成分。我本来我打上这个运呢，那就没有接接得上。接这个运，我们就接上这个运。接上什么运？大家见到了解到佛法真实因，你在佛门中纵然遇到怎么样的障碍，你都不会退心。那我修行做好了，佛菩萨不保佑了，怎么我还有障碍？啊，你知道，个人无是有爱，你的身根虽然有，啊，难免有的时候也造了恶业都不知道。有了恶业，你修行就不障碍。如果你的身业重，恶业轻微，你虽然在某个地方做恶。你那个恶还走不起来，那就深业障碍。我们在往里养个草丛倒霉的时候啊，就跟风险化解，遇难成祥。深恶之业，业呢不过是业从哪里？是我们造出来的，不造出就没有，本来是没有，造出是有。提到这里有没有？没有，你造了业就有。但是假如有的人我道着天堂地狱有没有？我请问诸位，你们有没有做过梦？当然大家都做过梦。你说你做过梦，做过噩梦。做了下地狱刀山剑送。做个梦在旷野之中有火狼狮子倒着别人的倒跟你后头要追你，你看你那个怕他的样子，到醒了在梦醒在旁边还会发抖，是不是？其实到底是修时候，佛法的叫非义又非我，你们要明白佛法，佛法是事实一切法。每一个见他，每一个决定他，非有非无。你说有，你拿来帮我看看，老哥。你说没有，做梦里的确确实实是有。做恶的人，你就相信这个就有。修身人上提到就是有。佛陀到了正佛的正凡先生，为梦菩提为我所断。那叫实相空，大家清楚，空，空不是没有，上面还带个实相两个字啊，真真实实有这种空相。告诉众人，有好多在佛法里一听到空哦，把这空就当没有，佛法不是叫空没有，把这个大清净以后照着，不要在佛法里的生活。大家回你心中，空就是色，有空才有色。但是佛法讲诸法无我，
你就是很好很好的老老实实的，敢于随分，你可不叫痛。敢于随分，你可叫痛，叫的绝对你可得到，永不得空的。国际国别科学，一切，所以我们能够做到老实的生活，我们涅槃把那个神学放在你这个，就是你不老实，老实涅槃，不就被神挖掉完事了？哎，你修建涅槃，哎，不就被神挖掉完事？建立之后，你下一次了，哎。